今次我哋嘅目的地係斯里蘭卡。斯里蘭卡係印度洋上嘅珍珠，而喺風光明媚嘅背後，佢哋其實經歷咗26年嘅內戰，直到2009年先至恢復翻和平。而喺2004年嘅南亞海嘯，亦都令到當地好多小朋友失去咗父母，作為孤兒。其實喺斯里蘭卡，好多小朋友仍然會喺陰霾之下，因為貧窮，佢哋好多生活條件，例如起居飲食同埋讀書識字嘅機會都得唔到保障。所以喺今年一月，我哋就曾經到訪咗當地，但因為時間同埋種種嘅因素，我哋好多嘅抱負都未能夠完成。所以我哋好想藉住今次嘅機會，可以更加咁樣深入去了解同埋幫助當地嘅小朋友，做出當地實際嘅情況帶俾大家。而今次活動入面，我哋會到訪斯里蘭卡中南部嘅其中五大城市，而喺旅程入面，我哋會到訪當地嘅孤兒院、兒童醫院、學校同埋小朋友家訪等。而我哋仲會挑戰自己，包括會去野外扎營、街頭馬藝、係攀爬高山等。希望你哋會支持我哋啦！與你同行，體驗快樂導航。